家上午好。首先欢迎各界参加由瑞邦国际金融集团主题赞助的华星荟萃夏夜舞动民族风大型购物晚会新闻发布会，欢迎各位多伦多乃至北美艺术团体当中享有盛誉。那么在去年呢，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授牌文化中国海外华星四大艺术团之一，我们深感之际，华星艺术团首场演出华星荟萃夏夜周日晚在 Richmond Hil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隆重举行。本期晚会得到了政府领导和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那么静女士，欢迎您。华星艺术团团长多伦多韵舞蹈团团长，欢迎您。华星艺术团团长多伦多韵舞蹈团副团长张红女士，欢迎各位的到来。各位，我们呢，华星艺术团的负责人，陈巩老师、王旭东老师，还有张红老师，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的赞助交给魏廖志威的总裁而且我们是这一次的中国加拿大文化交流年的一个很值，我表示祝贺同时也是华星艺术团韵舞蹈团成立十周年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借着机会向各位韵舞蹈现在是华星艺术团的创办人台柱，我们三位老师，你们十年来为了推动多伦多的文化艺术，我们华人社区的，大家早上好。每次做到这个夏季舞动民族风这样的演出新闻发布会，我总是觉得像是非常的亲切，因为这样的活动办了将近第九届了，我每一届好像都参加了，张姐对不对？对对呀。我觉得韵歌舞团还有叫这个华星艺术歌舞团，在华人社区这十年，包括我自己的女儿都在他们的培养和这个付出之中，让我们华人社区的文化艺术的生活以及孩子们的艺术天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我要向这个艺术团的各位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给了我这个机会和荣幸。我觉得我发自内心对这个社区，对这个艺术